手抖。你崇拜的信仰依然倾泻在我的心，在街上徘徊游荡，却无法喊出你的姓名，在眼神中燃烧你的倒影，原来只是梦中的光圈，同心地追逐对你的依恋，唱你曾唱过的歌，也走在你曾走过的路。拜托让时间倒流的梦，曾经以为是爱情，以为想念你，离开我眷恋过的影子，从今我必须认识真正的自己，请听没有你的世界。在梦醒里追逐对你的依恋，唱你曾唱过的歌，你为了走在你曾走过的路。拜托让时间倒流的梦，曾经以为是爱情，以为想念你，离开我却认识真正的自己，倾听没有你的世界。谢谢。哇，那那个，想让你留一下好了，因为刚刚那个，制作人说我们进行的速度太快，所以我们就临时增设一个拿比赛的环节，这样子。就是让他快顺的，赶快大家都听过。但好像有点太快了。就是呢，因为刚刚小安在前面加入这些默剧是，因为我们常常在排练场，常常有一些就是对你跟他说你怎么玩的。不能讲哦，不能吗？那个就是我的就是 keyboard 其实都是对那个后面乐手的事情。哦，应该可以讲，反正你演完。应该可以讲，而且刚刚现在都讲出来。对。小安非常擅长弹空气琵琶，非常擅长。为什么呢？要他来告诉大家。哦，哎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要对那个吗？后面那个。哦，对。因为要对后面的那个乐手，因为就是其实在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我那个 keyboard 其实不是我弹的这样，那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就是常常有时候根本没有对到。我看到有人摇头，是没有看出来这件事。谢谢。演得多好，谢谢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在排练场的时候呢，就是合乐的时候，就乐手来跟我们排练的时候，就我常常就会模仿一下乐手弹的那个感觉这样。所以像现场来表演一下吗？哎，表演一下，因为我看你的影片，你是这样弹的，我想说，是我这样子。
那还是可以音乐帮我来一下。好，小安再放一下那个。我们让小安示范他是怎么。重要的当然就是，比方说你个人看到的，你的笑容好像让我有一点不是我想太舒服。不是我想说，我们刚刚又蕊到这一段，因为是一个新番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太快了，所以我多增加了一些一定的环节。我觉得 BL 剧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纯纯的爱啊。你们相信吗？来一个举手，全部完全不会，会不会有人举手？好，其实我个人想要你登场要干嘛？你自己出来 ，sorry。对，就是要你要道歉的话，要露出胸部才是诚意。露不到胸部了，我可能要剪到这里才有办法露胸部。其实我想要你接的梗呢，其实是蛮幸运，因为我没有 re 过，所以你没有接到这个梗。我是想要你说呢 ，BL 剧当中最重要的呢是一个 BL 的精神象征，没错，它叫做 BL 大神。是的。那我们有为这个 BL 大神也是写了一首酬神的歌，这样。是酬神系的一个概念，那我们就有非常多大神。是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号大神，就是考试之神快降临 ，BL 之神快降临。小女的星星月亮，浪花淡雨烟花情，爱吧，记得歌中赋，放为人强人，没人念书没关系啦，只要了解感人就行。咱们咱们吃呀，受不了我讲话的完全就不能屈服，看能量的源，你不能怎么不行啊，拿出来太丢脸了，
持续到永远。太热，那我们先请那个念慈，不好意思，先下谢谢。他第一次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可能刚刚有人看到，就是念慈呢是在华丽唱的时候就在旁边，然后他觉得尴尬不得了。你们关掉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要讲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我刚刚站在他旁边，他在那边那个录彩排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该如何是好，因为现在其实有点在角色跟自己本人中间挣扎，所以就是做不太出来，就是比较不知羞耻的表演。彩排的时候你也非常的不知羞耻，我觉得你也蛮实力全开的啊，彩排的时候。对，我要献给大家，献给大家那个是羞耻不累。好，那么谢谢念慈，很羞耻。然后那华丽留在台上，累了吗？华丽以前很累哈，因为刚刚那个还好，那个没有很羞耻，接下来这个比较羞耻。羞耻不累。我每次都很期待你们在间奏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还在看 talking。其实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公开场合要开这首歌。我觉得可能会像那个现在小孩，会像那边的蒋涛那样子。对，涛哥。对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再加入更多的一些柔身体的动作哈，也没有，就是呢。好，这首歌也是由那个雷东为我们带来的《用尽全力无法抗拒》。我想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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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
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里面有你，你里面有我，我终于不再孤寂。谢谢，谢谢。